近时事，聚焦国际，欢迎收看 TVR 华语新闻。您好，我是黄康欣，首先来带您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东海岸水灾情况好转，只剩下吉兰丹州还有部分灾民留在疏散中心。反贪委会准备委派官员到各州大臣和首长办公室，避免州政府出现贪污滥权。美国和伊朗互换囚犯，两国紧张关系可能出现转机，在外交上有重大突破。新闻一开始，先来关注国内的水灾情况。东海岸遭到水灾侵袭的州属，大部分的洪水都已经开始消退，目前只剩下吉兰丹州，依然有部分的灾民还被安置在疏散中心。另外，吉兰丹州王储登姑穆罕默德·法伊斯也亲临疏散中心巡视灾民情况，并且给予200令吉的援助金。登加楼天灾管理秘书处主任 Che Adam 在一份文告中表示，该州的最后两间疏散中心已经在昨晚关闭，灾民都已经返回家园，但是当局目前依然需要随时待命，因为龙运和干马碗还处于戒备状态。至于吉兰丹州的情况，截至昨晚10点，灾民人数已经减少到1239个，他们来自462户家庭，被分别安置在9个疏散中心。根据吉兰丹州水利灌溉局的消息指出，蓝斗班让戈勒河的水位已经从昨晚的8.96米下降到8.62米，脱离危险水平。而道北县戈勒河的水位一样有降低，已经从原先的2.46米下降到2.33米。另外，吉兰丹州巴西马县水灾情况严重，吉兰丹州王储登姑穆罕默德·法伊斯昨天莅临位于巴西马县的疏散中心，出席2019年水灾救济赠款仪式。给予灾民由伊斯兰与马来风俗理事会和州政府提供的200令吉援助金。目前，巴西马县的疏散中心内还有166个灾民未能返回家园。纽西兰当地时间星期五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酿成3人死亡、2人重伤的悲剧。目前已经确认，死伤者是一家五口，来自我国沙巴州。大马驻纽西兰最高专员在接获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向家属表示哀悼。当局目前正在获取相关的资料，并且将会在近期内派员前去探访伤者。根据死者家属透露，涉事的一家五口这一趟前往纽西兰是去度假，但却不幸遭遇严重车祸。这起车祸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五3:01下午发生在纽西兰凯库拉，车祸涉及一辆罗里和一辆轿车，导致3死2重伤的悲剧。三名死者的身份证实是阿丹·杰曼和鲁米哈迪·阿杜拉哈密，还有一名孩子，但是身份还没有获得确认。另外两名孩子，一人情况危急，一人重伤。当地网媒报道，二名受重伤的伤者被直升机载往基督城医院和威灵顿医院接受治疗。截至目前，送入威灵顿医院的伤者还没有度过危险期，而在基督城医院的伤者情况不明。根据了解，死者家属在接获消息之后，昨天傍晚已经动身从雅比飞往吉隆坡，再转机飞往基督城和威灵顿。驻纽西兰威灵顿最高专员也向遇难者和家人提供了适当的领事协助，跟进事件的后续。为了防范州政府出现贪污和滥权，反贪委会已经做好准备，在各州的州大臣或首席部长办公室安置反贪委会官员。不过，有关的倡议还需要等待州大臣和首长们向反贪委会提出申请，才能启动委派程序。反贪委会副首席专员达多萨姆索表示，委派反贪委会官员到各州政府的政策是当局最近的新策略，并且已经和多州的州务大臣讨论。他透露，目前有几个州属已经正式申请，包括柔佛和霹雳，但是还有一些涉及公务员的程序问题，还需要一些时间处理。目前反贪委会的目标依然关注在公务员领域，因为根据去年的数据显示，涉及贪污滥权活动者绝大多数是公务员。桑索坦言，反贪委会官员依然不足，但中央政府同意了要拨款以培训更多官员。他透露，政府同意每年增加100名官员，因此他希望反贪委会官员能增加到5000人，以便反贪法令下的各项功能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为了遵守我国明年的税收法律制度，搜索引擎公司谷歌从明年起将会向我国的消费者征收6%的赋码服务税。根据关税局早前发布的指南，从2020年1月1日起，凡是向大马消费者提供数码服务且总所得超过特定数字的外国供应商，包括应用程序与流媒体服务供应者，都应该缴付和征收6%的数码服务税。除此之外，大部分的互联网公司也将会实施这项征税计划，而谷歌也将会在新加坡实施这项计划。我国北部和泰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不时会发生跨境走私案。布里市普通行动部队在近期展开的6项跨州突击行动中，起获了重达2858公斤、总值48,700令吉的戈东叶，并且逮捕了2名涉案的本地男子。北旅普通行动部队营地指挥官 Abdulghani 高级助理总监透露，当局是在12月5日到7日期间，在吉打和玻璃市展开跨州联合行动，起获了这批戈东叶。行动范围涵盖马达亚裔垦殖区、鲁伯西地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局、巴东勿沙市集、甘榜各南以及巴东勿沙周边地区。被充公的戈东叶相信是准备走私到邻国。被捕的2名本地男子分别是20岁和24岁。当局也在行动中充公嫌犯用来走私的交通工具，当中包括1辆丰田休旅车和5辆摩托车。当局已经把嫌犯连同遭充公的物品全数移交巴东勿沙警局总部查办，案件将在毒药法令第30条第3款条文下展开调查。第16任国家元首苏丹阿卜杜拉提醒国人，必须珍惜我国一直以来享有的繁荣。陛下也希望国人可以使用现今的科技，成为和谐人民的平台，以创造成功。但切记不要滥用这个平台。Saya turut ingin berpesan kepada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untuk tidak menyalahgunakan teknologi moden dan komunikasi alam maya. Perbuatan menyebar fitnah, berita palsu dan kenyataan yang boleh menggugat keharmonian serta perpaduan negara adalah merupakan satu perbuatan yang terkutuk yang tidak bertanggungjawab.也是多元资源工业大马国际汽车大学名誉校长的苏丹阿卜杜拉，在出席该大学毕业典礼时这么表示。陛下也补充，未来的世界将会以自动化技术和信息系统为主，这将会取代很多人类的工作。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perlulah melakukan pelbagai transformasi agar bakal graduan mempunyai nilai tambah bagi meningkatkan lagi.在毕业典礼上，共有686人获得硕士、学士和文凭的学位。相信对许多人来说，有瓦遮头是人的基本需求，尤其是对亚洲人来说，购买房子更是人生大事之一。不过，人均收入差距的问题导致想要当业主可不是那么简单，更何况是对于刚刚踏入社会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今天的专题报道让我们一起了解社会新鲜人应该怎么做才能购买他们人生的第一所房子。踏入社会工作后，对于大部分的打工族来说，打拼事业的最大目标就是购买房子。不过由于房价节节上升，加上年轻人的购买能力有限，因此他们往往购买房子的梦想都是难以实现。你有考虑过想买自己一个房子吗？有。然后你有去看吗？没有，没有钱。只是钱比较难借罢了，市场是有的，年轻人应该是现在暂时借不到银行。因为没有工作，做哪里会可以买屋子？
说起买房子，尤其是把购物目标群体设定为年轻人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人普遍都会认为，年轻人在面对目前房价暴涨的情况下，要购买一所房子对他们来说可是遥不可及。而这一个问题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人均收入增长追不上目前的房价。也因为如此，想要购买房子的人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往往因为收入无法达到贷款申请的最低门槛，因此遭到拒绝，无法实现当业主的梦想。当然你买物质的话呢，你投资房产的话，你的贷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你，我相信很多人都不能够用这个现金来买物的，所以当你的那个贷款无法批的时候，当然你就无法成交了。所以当然这个贷款的这个批准度呢，换句话说就直接影响了那个房屋成交量啊。但是你问我说是不是银行方面呢故意去拖慢这个贷款还是什么，我的看法是因为房屋贷款对银行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来源，所以我认为银行不至于会去故意的拖慢之类的东西，可能是说他在审核方面这个审核的那个过程之中呢他可能发现到你购买这个房屋的价格，但是你们这个普遍人的人均收入达不到他审核的那个门槛，我相信这个就是在焦灼灼的一个情况。话虽如此，年轻人或是房屋首购族在目前的产业市场购买房子绝非没有希望。目前政府推行许多政策，包括新建价格实惠的中廉价屋或可负担房屋，甚至是推行先租后售的房屋。房产评论员李一莲认为，年轻人可以多加关注政府在这方面推行的政策，以便能够购买自己人生第一所房子。而他也提醒社会新鲜人，在成为房屋首购族的当儿，绝对不要抱持一步登天的心态，首次当业主就购买高档住宅，以免增添负担压力。他们如果要先选购自己的物质，第一样事情我们考虑的就是你选购那间物质跟你做工的地点不要离太过远，要不然你把所有的钱花在你的 transportation 上面，那个像是这个可能会是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个因素呢，可能是说我们跟首购族分享说，不要我们讲一步登天，我们要一定买很豪华的这个房产来住，一定买高级住宅区来住。我想这个想法可能要我们退一步来想，我们第一间屋子首购族是第一间买来自己住，千万不要买来炒啊，千万不要买来炒，也不要把投资放在第一间屋子的那个首要目的，不要放在投资，买来自己住，给自己一瓦遮头先。所以那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找一些比较价钱可能比较低的，比较可以负担的，甚至可以考虑二手房。我想这个方面是第一点。第二点，可以注意一下政府给的一些对首购族给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资助它市场上有很多 scheme 其中一个叫做先租后售 rent to own。 我相信在这一次的那个财政预算案里面，政府也是有通过这样的一些rent to own 的一些鼓励的性质，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可以首购住可以去 explore 的，可以去探讨的。对于亚洲人，尤其是华人来说，除了结婚生子，买房子也属于人生大事之一，因为房子是一个家的象征，有房子才能有个家。因此首购族不妨多加关注政府推出有关房屋购买的惠民政策，甚至可以采用两个或三个人的联名方式，以解决贷款申请不过关的问题，实现购买人生第一个房子。 RTM 戴靖恒专题报道。法国黄背心示威持续，上千人上街游行，部分示威者和警方爆发冲突。
香港民阵今天下午举行游行，600万人参与，警方出动大批警员戒备。华语新闻休息片刻，稍后回来带您聚焦国际。冬运会消息，大马代表团星期六满载而归，一共收获了8面金牌，除了跳水2金、韵律操4金，跆拳道和空手道也个别贡献了1枚金牌。而这也是大马代表团自本届冬运会开赛以来金牌数量进账最多的一天。目前我国累积了36金、28银、43铜，排在奖牌榜的第六位。其中一枚金牌由我国组合卢俊维和努鲁希达亚在跆拳道品试混双赛夺得，两人的得分为8.283分。银牌成为获得8.233分的菲律宾组合的囊中物，泰国和印尼组合共享铜牌。此外，我国代表也在男子品试个人赛和男子品试团体赛获得2枚铜牌。空手道搏击赛方面，我国选手 S. Prem Kumar 以6-1横扫菲律宾选手马尔兹，夺得男子55公斤以下级别金牌。与此同时，同样代表我国出战男子套拳个人赛的黄尚红也收获1面银牌。我国在其他项目方面也有奖牌入账，在乒乓球项目搭档参赛的我国两队男双组合 Ashraf 与黄启胜和钟子毅与林一恒在半决赛落败后共享铜牌。而大马男飞鱼沈威胜也在男子200米自由泳收获个人在本届赛会的2枚银牌。我国韵律操选手伊萨和郭雪燕在昨天进行了代操项目，双双赢得金牌。不过主办单位花了超过40分钟核实才公布得奖者，引发了我国代表团的不满。当时人在现场的大马奥理会会长 Datu Sri Norza 介入协调，事情最终也和平收场。昨天完成的代操项目上，大马和菲律宾都有派代表参赛，不过比赛一结束后，东道主却迟迟不愿公布得奖者，令我国代表团深感不满。最后在多番催促下，赛事主办方才揭晓成绩。郭雪燕和伊萨最终同样取得15.2分，获颁金牌，至于东道主选手则是落选，无缘奖牌。然而这一闹前后整整耗了40分钟。大马奥理会会长 Norza 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失望，并认为评分机制存在漏洞和缺陷。Kalau kita tengok, bukan saja dari segi hoop tadi, acara hoop, tapi juga acara ribbon tadi ya, yang mana kita bila mereka ingin memberi hanya satu gol, saya sebagai the living proof, sebab masa saya CDM di Singapura, perkara yang sama berlaku dan kita telah memberi 2 gold medal. Ya, kerana adalah tidak adil kepada kedua-dua atlet yang mendapat 15.2 untuk kita deny salah seorang daripada mereka. So I think kita discuss dengan penganjur, kita juga discuss dengan gimnastik, Persatuan Gimnastik Filipina, dan akhirnya kita terdapat capai keputusan yang saya rasa sangat adil kepada atlet-atlet kita. Norza 透露，类似的事件在大型的体育赛事很常见，但是他呼吁大马健儿专注比赛，最重要的还是争取奖牌。美国举行了珍珠港事件78周年的纪念仪式，新闻的尾声一起去看看。我是黄康欣，感谢收看华语新闻，我们再会。